其实我很少做柠檬味道的甜品，最主要的是我总是忘记买柠檬。不过这次我终于买回来了，做了一个柠檬麦芬蛋糕。柠檬皮屑带来的清新和微酸的味道是这个麦芬最大的亮点。首先我们需要半个柠檬，把它们最外层的皮削掉，注意不要削掉白色的部分，不容易发苦，建议削一下检查一下。把削好的柠檬皮屑装在小碗里，之后把柠檬汁也挤出来，大概30毫升。接下来混合一下湿性材料，30克蜂蜜，2大勺糖，3大勺玉米油，2大勺柠檬汁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之后把85克牛奶分次倒进来搅匀，打一个鸡蛋搅匀。那湿性材料就准备好了，接着倒入160克低筋面粉，1/2大勺泡打粉，把它们搅拌成顺滑的面糊之后，再倒入柠檬皮屑拌匀。之后装在裱花袋里，然后挤在蛋糕纸杯里。我在顶部放了一小片柠檬做装饰。烤箱预热到180度，烤20到25分钟。烤好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还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柠檬香味。放凉之后再吃，甜味和柠檬的味道才会凸显出来。经过这次尝试之后呢，突然觉得柠檬味道的甜品也好好吃，所以以后也准备多尝试尝试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